芯片，只要你们都装上这个芯片，通过这个系统，我可以把市民的情况马上传达给你们。谢谢你，博士。我和你们一起保卫新星球。有危险不能第一时间找到超人，那就拨打我们的超人呼救热线吧。太好了，这次不怕找不到超人了。怪兽在我家偷东西。收到。开心超人，居民陈婆婆家。
开心起床！哦，谢谢你、啊。还是超人热线吧，这里有人落水了。收到。全新超人，学校池塘。花心超人，郊区树林那边。主角立刻出发。博士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啊。我就是想告诉你，这里一切都很好。我还没说完，你就走了。粗心超人，东市区。这里拉车的失控了。有了这个系统，我们就能及时的帮助每一个人了。超人们有了呼救系统，想救人就更加方便了，我们侵略新星球也就更难了。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动动脑子。是的，大大怪将军。你干嘛？动动脑子啊！所以我在动啊，这样动得够吗，大大怪将军？我是让你动动脑子，想想怎么对付超人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哦，将军，我们也打求助热线，问问怎么样侵略新星球吧。对呀，打电话。有了。出发吧，怪兽们！只要我们派出怪兽到处搞破坏，市民就会打电话求救，求救的人变多，超人就会忙得团团转，到时候就没体力对付我们了。超人，广场那边，医院、幼儿园、剧场、树林、车站、游乐场。劳累过度，能量不足了。超人现在能量不足了，是时候侵略新星球了。上吧，怪兽！赶走星星球人。快上吧，怪兽们，赶走星星球人。超人们，今天你们完蛋了！开心铁拳！不堪一击！救了一天的人，能量耗尽了。你们的呼救系统根本就是个错误。超人们为了救我们，都累倒了。看哪，你们都累得没有力气了。我有，我们也有。大家，之前总是你们来救我们，现在轮到我们救你们了。自不量力，上路。变身。
博士，你们都是因为疲倦过度才会晕倒的，市民求助热线对你们来说负担会不会太大了？不如我把求助热线取消吧。超人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市民有危险，我们来了！你们，这里是超人呼救热线，超人马上就到。这样匆匆一辈子，时间流逝太快，哦，也许我应该去想一想过去还有未来，我只留下空白，还是勇敢存在，再不会有人认识我安安静静，我选择接受现在，可是我期待再有机会重来，也许我醒来挽不回无奈的离开，太不该，太平凡，太苍白，偏偏想依赖